还有人气天团成员黄子韬，那么这次在电影《何以笙箫默》里边饰演何以琛的助理。这是我第一次拍电影，是一个比较冷，话不多，不是什么。不过这个助理和何以琛的关系似乎有些，你懂的。都喜欢小鲜肉。不过我没有要走进去，哈哈哈哈哈。